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脱口秀大会了，但是依然不会有太多观众会记得你，而且他不但不记得你，他还会发弹幕评论你。真的，我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，我还先记得一条弹幕悠悠的飘出来，上面写着：“这个人长得好像我的前夫。”马上后面跟了别人发的一个弹幕，三个字：“离得好。”弹幕还聊上了。我希望今年朋友们可以友善一点啊，因为我妈也会看这个节目。我今天节目会讲一下我妈。我妈今年70多岁了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老太太，性格强势，生活简朴，就是在我们家食品没有过期这个说法。一旦过期了，我妈为了证明她可以吃，会命令我爸吃一口。在我爸把这个食品放到嘴里的一瞬间，我妈就会说：“你看，没事吧？”而且很多肉制品放久了之后会变酸，我妈有一个独特的处理办法，就是啊，把这些肉放到锅里，拿醋再炒一下，把食物本身的酸啊嫁祸给醋，以酸制酸，往这醋倒进锅里一瞬间，醋自己都懵了，哎妈呀，这比我酸多了。所以在我们家经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菜系，比如说醋溜烧鸡，醋溜哈尔滨红肠。上一次我想吃个醋溜土豆丝，我妈她跟我说呢：“醋溜它干啥呀？土豆又没坏。”我妈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特别喜欢在这个床垫底下放东西，钥匙啊，啊钱呀，历年体检的 X 光片啊。我就跟我妈说：“我这 X 光片没有用了，可以丢掉了。”我妈说：“那不行啊，丢它干啥呀？还那么新。”我说没有用了，明天还会再拍新的呀。我妈说那也不能丢，这都是个人隐私，你丢了之后别人看到了啊，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说知道你得了什么病还能偷偷给你治咯。我现在没跟我爸妈住在一起，我们平常的联系呢就是靠手机微信。我妈是老太太嘛，70多岁了，也不会发文字，只会给我发语音。就是我妈发语音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她压根没有想好跟你说什么，她就开始发了，而且那个手一旦按上那个按键啊，不轻易撒开。你们见过对讲机吧？我妈给我发微信语音现在都是这样的：“儿子儿子，我是妈妈呀，我是妈妈呀，那个就是什么，那个你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啊，你有空的时候呢，你那个上那个网上，对，网上便宜，你上那个网上，你去给我看一下那个叫那个电视机套啊，对，你就给我看一下这个电视机套啊，你就给我看一下，就是网上，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啊，对，你有空的时候就给我看一下啊，就是网上电视机套啊，你给我看一下啊，哎啊、哦、哎。对，慢点。有人说讲5分钟的脱口秀很难，难什么难？这就1分钟了。我当时收到我妈的这个微信啊，真的我就感谢微信语音只能发60秒，我就给她回了个 OK。我妈还生气了，我说我给你发那么长语音，你回个 OK， 你敷衍我。我没办法，我也拿手机，我就给他，我给他回，我说妈妈妈妈，我是儿子呀，我是儿子呀 ，OK OK OK。这多少？我之前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讲过我和我妈的这个段子，为什么今天我要集中的讲这么多关于我妈妈的这样的一些事儿？因为去年我妈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就是在她确诊的那一天。我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会有很多东西放到过期，我妈不记得吃。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妈东西喜欢固定的放在一个地方不舍得丢。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妈给我发微信语音总想不起跟我说什么。我前段时间回家看到他们今年新拍的这个脑部 CT 的片子，我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医学的人，我都能会发现有巨大的不同。我就看着那个片子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你留这些片子是对的，你看真的很不一样了呢。我妈也看着片子跟我说，是啊，
因为这是你爸的。最后我想说，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可能过了一年两年，观众依然不会记得我，但是那对我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只希望到时候我妈还记得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北大爷。哇，这个怎么打呀？笑中带泪啊，北大爷。你们这么多人站北大爷，你们要挑战他是怎么回事？谢谢北大爷。今天这段是我看了伟大爷这么多表演还是很不一样的一段，从来没看过他这样的演出，掌声再次送给伟大爷啊。因为前几季都被他这个播音腔挡包袱，今天感觉就没这个问题哈。改了好几年了，听起来就很自然很真诚的声音。对，而且反转也特别的巧妙啊。对，我觉得最后那个就是希望妈妈记得那个特别感动，因为阿尔兹海默症，就是我不是有一年我跟阿雅不是去那个，对对对，这实在太那个了，那个总会对我有，明白明白，理解，嗯，是很大的冲击，放心，你这一段我们一定会做成 X 光片发给妈妈的。好，最后呢有一个非常温情又好笑的反转，但是这依然是比赛。嗯，三灯进入抢麦环节。倒计时五秒，现在开始。五、四、三，就剩我一个了。一，选那师傅吧，那师傅怕一天活了，他也没得选了，只有南瓜站了起来。南瓜也是我训练营我这组的学员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南瓜能不能击败老师，请韦大爷进入待定区，掌声欢迎南瓜。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我做跑腿这个职业三年了，这个职业还是有点辛苦的，每天风吹日晒的，所以有一点显老。我是96年的。我是在上海做跑腿骑手，上班真的像开盲盒一样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单给大家送什么。我最怕给大家送蛋糕了，尤其像那种特别大的蛋糕，送的时候一个手骑电瓶车，一个手拿着蛋糕，真的感觉像送炸弹一样，特别容易坏，坏了就只能我们自己买下了。我每年都过三四次生日，那蛋糕有祝我高考加油的，60大寿的，还有一次祝我早日嫁给易烊千玺。哎呀，这个蛋糕送坏特别麻烦。有一次啊，在路上拿了三个蛋糕，这坏了一个，颠了一下，人家特别生气。你看你把我儿子这满月生日蛋糕给我碰成啥样子，给我想办法。现在做也来不及了呀。当时脑袋一片空白，我说那要不给你换一个60大寿的吧。我很不理解，现在很多人呀给自己家宠物过生日还订蛋糕。有一次送坏了一个，人家说是给他们家狗吃的。让我带回去，我拿回去又不想吃，真的。我心想，这狗过生日还吃蛋糕，真的。狗这一天好吃懒做，有时候还乱咬人，我就给我领导吃了。我领导吃的时候还挺开心的，夸我这个人会来事。经常送一些吃的，还经常会帮一些女生送一些鲜花啥的。我就给很多女生送过鲜花，
我就发现很多女生啊，她收到鲜花那一瞬间啊，都特别的开心，但是开心的反应又感觉不太一样。我感觉不是取决这个花有多好看多贵，我感觉主要取决身边有多少人。就是送过去，比如张小姐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，我送过去，张小姐这是给您的花，哦谢谢师傅啊，这花谁送的，来就给我吧。但如果张小姐身边有个同事或者闺蜜的话，你送过去，张小姐这是给您的花啊。这个花谁送的，真的好好看，扔越多越开心。有一次送到一个办公室啊，我看好多女的在里面，我送到门口，哎，你好，哪位是张小姐，这是给您的花。那女的激动的站了起来，啊，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呀，真的好夸张呀。你就感觉她说的好像不是我的妈，是啊，你有妈你有妈你有妈，特别有意思啊。就我们这个职业会每天接触很多顾客，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情，每天也会接触很多保安。我真的很怕保安，因为保安对我们特别的凶，有的叫我们送外卖的，有的叫我们跑腿的。我觉得这都还好。我有一次骑电瓶车闯进一个小区，那个保安竟然指着我，他叫我电瓶车，电瓶车出去出去，不让进不让进。我当时都懵了，我说他好像在叫我，但他说的是电瓶车呀，他以我上班的工具来指代我，这太让人生气了。当然这是人家保安的工作，咱得配合人家。我说好的好的，对讲机啊。很多人呀说我做这个送外卖这个职业，跑腿这个职业不体面没前途，但我觉得呀，任何一个职业你把它做到最好，就会受到别人的尊重。你看脱口秀有脱口秀大王，拳击手有拳王，我们这个职业也有自己的单王啊，单王，我就拿到过这个单王。拿到之后却发现没有任何的奖励，人家小朋友表现好都有小红花呢，真的。我觉得平台应该给我奖励一个金头盔。我上班的时候骑着电瓶车，戴着金头盔，穿梭过整个城市，对吧？几十个外卖骑手跑腿在那等红灯，我骑电瓶车路过，他们都看到我了，啊，单王来了单王来了。我这个时候我就不能低调了，对吧？我就摸摸自己的头盔，对吧？我说你有吗你有吗你有吗。啊，真的讲到最后了，这个我最喜欢的周迅老师还有这个那英老师啊，你们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对。